到刚刚我说的，就是桥式，你可以从桥式去练习，因为你看得到，你可以看得到你的中段，所以你从桥式去练习那个核心的稳定。好，我们一样躺下，让膝盖朝天空。好，然后当你躺下，膝盖朝天空屈膝的时候，你的下背跟刚刚一样，你的脊椎会有下背这一段，其实是往上飘起来的，对吗？所以你试着在你的下背，你的lower back 下背的地方往下压进地板，让你整个脊椎、整条脊椎都往下压向地板，让你的肚子也往中间、往地板的方向全部都往地板压进去。好，你的手现在去按按看你的脊椎，看按按看你的肚子。它应该比你放松的时候硬，你可能会告诉我，就都是肉啊，没有哦，你应该可以，对，你应该可以感觉到它其实是比你放松的时候硬的。好，再一次哦，放松，再次放松，好，然后让你的下背压向地板。当你下背压向地板，可是你的屁股没有飘起来哦，所以你的有点像你让你现在贴向地板的地方，全部都压进地板。好，你再去感觉这是不是有点比你放松的时候硬，对吗？对不对？往下压哦，有吗？美丽回答我，没有，没有感觉。好，再一次来放松，对，整个放松。好，然后放松之后，把你的下背压向我的手，对，肚子收，肚子收，肚子收，很好，下背压向我的手，你的耻骨也会上提，对不对？好，再压多一点，压进地板多一点，yes，yes。很好，就是这个感觉，你要持续维持这个感觉，不要放开。好，然后我们慢慢把骨盆往上提，肚子收着，然后把骨盆往上推，屁股往上推，屁股往上推，骨盆也一起往上推。对，很好，收紧肚子。所以前面的要去后面，后面的去前面。好，大腿尽量互相靠近，夹一块砖，很好哦，收紧肚子，很好，让骨盆上提，很好，hold 住，停在这里哦。好，手轻轻的放在你的垫子旁边，收好你的肚子，很好。好，来慢慢放下。为了你可以给我看侧面吗？就是你把垫子打横。对，好，再一次哦，哈。对，屁股会夹紧，你会有点夹臀。其实我不喜欢讲夹臀，因为其实它不只是屁股的力量，可是其实它会联动啦，就是你收紧核心之后，一起往上推，你的屁股就自然会互相靠近，对，所以会夹屁股是对的，但不能只夹臀哦。我为什么不喜欢讲夹臀？就是我每次讲夹臀，大家都只有夹臀这边。可是不可能夹臀启动核心啊！没有哎，可以啊，就真的对哦。啊，他们就只是把屁股往中间夹在一起而已，这里还是那哦，里，是哦，对好啊。吧，那所以夹臀我都会最后才说，对，好来，再一次哦哈，下背压向地板，所以你的肋骨啊，肋骨跟你的下背这个整个地方都会往地板压进去，但是因为地板会给你一个反作用力，所以你会压进去之后，你会到底去启动你整个身躯的力量。好，再一次哦，所以下背压向地板，对，很好。美丽也是哦，哈，记得像刚刚的练习，下背压紧地板，留着这些力量在这里，然后把骨盆往上推，脚的内侧踩向地板，骨盆往上推，好，持续把肚子收进来，这里把骨盆推到底，然后肚子收进来之后，让它肚子往心脏的方向拉，很像你拉拉链一样，膝盖尽量互相靠近，把大腿夹着砖。对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所以你的肚子不会 go wild 的往上，所以你的肚子是会收紧。当你的骨盆往上推的时候，你的肚子又要往内收，它们在相反。对，很好，好。然后肋骨也往内收。对，所以你是一张平平的在上面，而不会被 arch。对，很好，肋骨也往内收，保持呼吸，肚子也往内收，膝盖尽量互相靠近。很好哦，很好。可以的话，再推高多一点点。好，然后可以的话，让你的骨盆保持一样高，松开你的右脚，右脚往上推，骨盆一样高，很好，收紧肚子，右脚往上推，yes，但是骨盆不要掉哦，保持呼吸。
好，慢慢吐气之后，把右脚放回来，换你的左脚上。很好，很好，左脚离开地板。对，很好，保持呼吸哦，慢慢吐气。好，维拉可以的话，把左脚再往上推高。Yes，Yes，yes， 收紧肚子，让肋骨集中。三、二、一，来，脚先下，屁股再慢慢、轻轻、优雅的往下放。对，很好，好，膝盖收胸口，膝盖抱上胸口，膝盖。这样有比较找到你的核心吗？就所以你要记得，你练习的时候啊，把骨盆往上推，但是你要持续把你的核心收紧，不要让它们 go wild，就是让它们收紧在这里，跟你的骨盆同一个方向，所以你是整张板子的往上提，了解哦。好哦，好来，抱着膝盖，让膝盖叠膝盖，我们 twist 到右边。